再看一画下参赛选手马上认真走到头前，详细甲看，即挂选手拢已经年岁真大。原来这是宜兰乡的老人趣味竞赛活动。我们每年宜兰乡有举办这个乡长杯老人趣味竞赛，啊，就是有十八村的村民吼，啊，拢出来参加。啊，这主要目的就是讲大家联络感情，哦，感情的交流，哦，即个老人安尼吼，一个运动，诶，啊，真趣味。我每年拢一两千人参加，我每年拢有办安尼。今年第几年啊？今年已经变第四年啊，第四年安尼，啊，大家拢运用嘅参加，麻烦你来提这个奖项。活动啦，我老多活动。为了要鼓励宜兰乡的老人多多出外运动，宜兰乡每年都会举办老人趣味竞赛。除了可以训练老人的体能，也可以让他们动脑筋，培养感情。我们今天是呢，宜兰乡老人会出版这个101年专项俱乐部的趣味竞赛。今天所参加的队伍呢，拢24队。今天所有的人来，差不多1000人参加。现在所有的统计呢，便当已经叫1000份啦。大家真欢喜，伫咧走，大家真趣味安尼啦，大家当健康，吼，走出来好过安尼啦。所以讲，我目的是安尼啦。这次的趣味竞赛吸引了将近1000位的老人来参加，大家信心满满，就是想要得到上好的成绩。趣味的活动，吼，咱所有的老人会当吼有一个吼活动的空间，诶，身体对身体也会很有帮助，大家都有比较好的一切生活上品质会更好，头脑会更好，好真趣味啦！吼老人吼会当讲安尼，嘿，活动筋骨安尼啦。虽然真侪老人年岁已经真大，但是运动精神一点啊都袂输乎少年人，和真侪民众拢相当的配合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